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是 TEC 社区的发起人。其实最早是在2010年的时候，五月份，那时候新冠疫情已经席卷全球，然后给全世界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硅谷呢也刮起了这个裁员风暴，我所在的公司也进行了大量的裁员，然后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还有同事受到了影响，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华人，而且因为有身份限制的问题，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需要找到下一份工作，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所以那个时候我发动我周围的朋友们一起去召集身边的就是招聘人员以及知道哪里有这个工作机会的人，去收集这些信息分享给那些需要很快找到工作的人。然后这个事情在大家的支持下面越做越大，所以后来我们有一群人非常可爱的志愿者加入我们，一起去共同推动这个事情往更全面的方面发展，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和方面，所以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么一个这个 TEC 的社区。相信很多小伙伴其实跟我加入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了一篇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篇新闻报道，知道了 TGC 在做的事情，所以呢，当时就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宏伟，然后跟他打了一个短暂的电话，了解了一下 TGC 在做的事情，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就加入了。去年五月份吧，世道不太太平，所以就琢磨着想做一点有用的事，正好呢，听说 Airbnb 一个同事宏伟牵头组织了这个社团，然后跟宏伟聊了一下，还发现是师兄，很稳。再跟其他的志愿者都聊了一下，发现大家都很靠谱，于是呢就轻松愉快的跟大家一起走到了现在。早在2019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共同发起了大纽约地区跨界职场互助社区，目的是能够让在北美的华裔职场精英们能够充分利用和共享我们已有的资源，来突破华裔乃至亚裔的职场天花板。2020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我们有幸结识了从硅谷发起的 TJC 职场互助平台。我们志愿者小伙伴们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决定美东美西联手共同发展和壮大 TJC 这个不可多得的职场平台，从而提升我们华裔整体的职场凝聚力和高度。说到为什么会加入 TGC， 这就要回顾到去年的三四月份湾区比较大规模的裁员风波。第一是担心自己会被裁员，不知道有身份限制的我们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第二的话是看到身边的小伙伴已经被裁的那种无助和迷茫，不知道自己可以怎么帮助他们，所以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知道了 TGC 这个组织。知道这个组织当时成立就是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帮助大家共度难关，所以就申请报名参加了 TGC 这个组织。加入 TGC 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疫情突然失去了很多社交活动，生活很枯燥，所以想加入 TGC 丰富一下自己的课余时间。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平时自己只能接触到一些和自己背景相同的同学，希望加入 TGC 能够认识到和自己背景不同、职业不同的人群。第三个原因是因为 TGC 是一个帮助大家找工作的平台，加入 TGC 一方面不仅可以提高自我，还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过去一年的志愿者经历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社区在成立之初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与关注，包括了各个公司的员工、 HR、 Hiring Manager， 虽然大家互不相识，但是都非常热心的分享招聘及求职的机会，让我看到了华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说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大概就是去年的第一场线上分享会，是一个数据科学的 panel discussion。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但是也没有人退缩，都积极的配合。我们从最开始的活动策划，到嘉宾的沟通和邀请，宣传报名，直到活动当天，我们的积极配合，让这次活动大概有200多人参加，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活动之后呢，我们收到不同渠道的感谢信，所以小伙伴们都觉得非常的有价值，让我们为接下来的活动呢增加了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吧，从开始到现在，我们这些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天南海北的从事各行各业的在不同时区的人能够碰到一起拉扯出这样一个社区来，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惊叹的事情。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很多社区内的朋友们
来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加入这个社区的意愿，以及向我们表达他们的感谢。这说明了我们在做的事情呢，是真的是被需要的，也是被认可的。这个真的让人非常振奋。在 TJC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华裔高管来社区跟小伙伴们谈心。他分享了自己多年的职场奋斗经验，也提及了很多华裔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了一辈子却没有取得相应的高度，很多细节把我们都说哭了。所以他对我们的社区寄予了厚望，也对未来的后起之秀们充满了信心，这让我们更坚定地认为我们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也希望能够通过 TJC 这个平台更好地帮助和服务大家，共同取得职场的新高度。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在团队会议中和大家分享 kudos 的环节。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互夸有点尴尬，但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每一份努力都被看到和被认可，我想这也是我们团队能够一直运转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在这里我能感受到一种充满着尊重、欣赏和认可的氛围，也因此大家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所长，然后为社区贡献一点力量。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大家。因为 TGC 的内部的工作环境是非常的轻松、友好、温暖的，所以我觉得结识大家是最大的收获。而且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有不同的特长，所以我跟大家学到了很多。作为 TGC 的一个成员，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非常多靠谱的小伙伴们。我们在一起每周 meet up、策划活动、管理社区微信等等，没有他们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 TJC。在 TJC 做志愿者最大的收获就是不断的会有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群友给我发消息说，感谢你们的社区，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优秀靠谱的小伙伴们了。虽然从未谋面，但是却总能够步调一致，各司其职。不仅在工作中和还有生活上都能够相互关心和相互帮助，真的觉得非常的幸运。我觉得收获有很多，因为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活动和不同的项目，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小伙伴，参加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集体。加入 TJC 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认识到一群优秀的志愿者们，并能够和他们一起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和他们的相处过程中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热爱和执着，让我体验到了沟通与协作的重要性，希望能和他们继续创造出更多优质的活动和内容。加入 TGC 这一年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对我来说的话，去年第一场策划主持了我们那个200人的线上活动，非常忐忑，但是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挑战。第二个收获的话就是我们的志愿者，大家都是非常的积极配合，在这一年中从不认识到最亲密的合作伙伴，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和共同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职场互助社区，展现出了咱们华人身上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精神。然后还有就是认识了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这群非常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小伙伴们，通过和他们一起创建和扩展这个社区，共同举办很多活动和做很多事情，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非常棒的品质，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个体，然后在一起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集体，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团队，我觉得这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好的志愿者团队。过去的这一年呢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大家呢都特别的团结，特别的有干劲。我觉得到了第二年呢，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可持续发展。我们找准几个我们觉得最有意义的方向，长长久久的持续的去给所有的社区内的同学们提供最大化的价值。这个是非常让人激动的。对于接下来的一年呢，我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在美华人的一个很好职场平台。当在职场上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来到这个平台寻找一些答案，希望它可以帮得到你。对于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前辈，也可以来到这个平台，让他们的每一次分享
更多人可以从中获益，相互学习，也让我们在美华人可以团结起来，相互帮助。接下来一年的期待，我觉得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像过去的一年一样互相帮助，然后遇到困难大家的积极的去协商，对这份事情始终保有最初的热情吧。我也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到的，我觉得 TJC 的每一个人都是又有才华又能够信任的伙伴。当然我也最希望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TJC 的内容， TJC 的一些项目，让真正关注我们的参与 TJC 这些项目的小伙伴们，让他们觉得是真正有所帮助，在职场和就业方面是真正对他们有所提升的。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希望 TJC 能够继续发展壮大，能帮助到更多北美求职的华人。同时在这里我也想号召更多的小伙伴来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大家互帮互助，建立一个团结友爱的求职互助社区。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和我们 TJC 的小伙伴们一起继续携手共同为推动我们这个科技职场互助社区的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也会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做所以我很期待。我对我们社区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们 TJC 的小伙伴们可以震慑硅谷，统治华尔街，火箭送上天。在过去的一年中，每个周三晚上我们都会定时的开会，一起讨论 TGC 接下来的发展计划和我们要完成的一些任务。其实这本身就很难得，因为需要每一周的坚持，而没有任何一个小伙伴放弃，所以我想说你们真的都是最棒的。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两年中，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 TJC 做得越来越好，加油。最后我想对小伙伴们说的就是，你们是最棒的。觉得你们很棒，听懂掌声。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最想说的还是谢谢你们。接下来的一年，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做出更多更高质量的活动。在团队成立一周年之际呢，我想对大家说的话非常简单，那就是你们所有人真的是太棒了。每个人的经历啊、性格啊、沟通方式啊都很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是同样的有激情，同样的有执行力，甚至在我们每次开会 kudos 的时候，大家互相夸夸的时候，都是同样的真诚。这给人非常高的满足感，非常高的成就感。同时呢，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能够有第一次线下面基，让我们呢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像老朋友一样好好的叙叙旧，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完美。感谢宏伟、佩姐、林主任、陶陶 VP、 Emily、 小娟姐、小黄，你们是最棒的。我觉得在 TC 里面认识大家是一件非常荣幸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来之不易又有非常有团结精神的一个集体。然后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志愿者团队的小伙伴们都时常能够开心，未来可期。同时的话也希望全体室友们都这个健康平安，在异国他乡打拼的日子里面身边时常有温暖，然后职业生涯蒸蒸日上，好不好？感谢社区小伙伴们这一年以来的支持与互动，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积极踊跃地提出你们的需求，同时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也非常欢迎优质的内容来发布，如果你有经验想要分享，可以随时与我们的志愿者联系。虽然 TGC 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但我们希望可以一直陪伴大家，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吧。谢谢 TJC 社区小伙伴们一年以来对 TJC 的支持，并见证我们的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向大家传播更多优质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联系，分享你的故事和经验，帮助到更多的人。 We are Tech Tech Job Tech Job Community。社区。